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 ，S 跟 Y 哈满足这个方程式了，那么他要问这个等于多少？我们看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3的三次方的，这个是等于3的5次方，哦，这是81哈乘以3呢，81乘以3，那81是那个3的4次方，所以这个是3的5次方。然后这个我给它开一个是次方，所以就得到呢67哈，等于3的 x 分之3次方。啊，这两边给它开 y 次方，啊603等于3的呢 y 分之5次方。好，那我给它一除以后的话，就得到什么呢？67除以603。它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3的 x 3次方，哎 ，x 分之3呢，减掉呢 y 分之5。它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我给它乘以9，刚好等于它，哦，九七六十三嘛，积六，九六五十是60，所以是约分，这一的话就是9。这个等于多少呢？3的负二次方，啊，底一样嘛。所以的话呢，两边一样的话，所以指数一样，也就是说 x 分之3减掉多少 ？y 分之5哈，这个是等于负2，所以答案是负2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1。